恐怖再次。6月5日 ，Edmund.com 好大个网，2周年台庆，好大个 show， 全台主持总动员，一次只有入场观赏才能亲身体验嘅经历。支持好大个网，就请立刻行动，优先订票日期至4月29日，星期一至日，朝10晚7，请打抢票热线6733-4939，6733-4939。6月5日，好大个 show， 尽地一报。靈體是取易不取難的，他希望入你的身體只不過是借件披用的用的，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敵意的，不要只想著有敵意、只不過是他走來走去，我想入回個披度，因為他靈魂是屬於個披的嘛、屬於個軀體的嘛，但是個軀體又可能燒了又火化了又沒有了，那就在哪裡都要入的啦，都是找到你弱的，這樣是不是不覺意的，只不過是 我驚訝就是說、小孩原來真的不單止是他們看到，連感應連他家人的身體他都直頭可以看到他整個樣子是怎樣，那你可想而知小孩那個所謂我剛才經常講來講去，現在就是右腦是多重要，即是那個感應腦的敏感度程度是多高，那現在搞定了他媽咪身體那個靈體之後，那小孩未入過醫院了，咁亦都冇見到啦，係嘛？真係冇嘢。咁其實可能個靈體一路係因為想俾個小朋友睇，因為佢知佢睇到，係嘛？應該係特登俾個信息佢睇咁樣啦。你講得啱啦，即係其實嗰個感應咧，係不單止係睇到咁簡單，其實係仲可以係大家可以個channel可以接到。咁我哋而家咧科技咁發達，可以用呢啲我嚟做應用啦。因為我哋睇到電視一樣，你估唔估到節目？我自己可以做個節目啦，係咪？冇錯，佢可以望得到，冇可能噶嘛，係咪先？所以咧喺呢單 case 裏邊咧，我又成日覺得如果你啲小朋友成日都會有呢咁嘅個案發生啦，又唔好第一時間咧就掌佢嘴啊，話唔準講，唔好講下呢啲嘢，咁好可能咧，即係你會令到佢個心理上面好大壓力先。第一，啱，係嘛？係，冇錯啦。即係你可以未必一定要認同佢，但係你唔好完全去否定佢。我覺得其實真係要教嘅，係咪？唔係講笑，即係如果即係聽眾都好啦，如果真係細路仔係有咁嘅問題咧，第一真係屋企有鬼啊！喺個細路有鬼，抑或係你自己嘅家庭成員裏邊有鬼咧？我相信你真係要自己去鑑定下，邊個成日病啦，邊個成日個手濕啊，又濕又凍啦，咁你自己真係要確定下自己有邊個先。但係嗰個女士都係咁樣噶，係啊，係啊，係咩？喂，寒冰嗱，師傅有幾多有幾多個即係啲 symptoms 啊？會可以教大家留意一下先。嗱，大多數咧。就不是，你要記住，我首先講精神病的、那個模式先。精神病是24小時都是語無倫次的，這是100%精神病，麻煩就不要經常問他可能不是，這個我夠膽講是100%，因為鬼上身呢是很清醒的，即有時間會清醒啦，係咪咁講？大多數時間清醒，反而鬼上身的時間係語無倫次，都不超過1至2小時。咁即係話，如果精神病人咧，佢24小時都語無倫次，即係話佢直頭不能工作，不能自己做嘢，食飯又唔得咩嗰啲，嗰啲係100%精神病，因為靈體係唔可以將佢道化到係全部冇曬自我嘅。如果係佢，佢真係好犀利啊！唉，真係唔係淨係靈界咁簡單啊！係啦，冇錯啦。好啦，咁如果鬼嘅咧，就一定係大多數全部都係佢隻手咧，一定係凍先。嗱，呢個條件咁好多人都手凍啊，唔係。第二咧就係佢隻手一定有啲濕，即係有啲汗嗰啲。係啦，有啲濕凍，佢直頭係濕凍嘅。OK 嚇，咁呢度咧就係好容易睇得到嘅，你一摸落去咧，佢已經知道。咁有啲人話：，我譬如佢嚟 M 啊，或者乜咁都有咁嘅情況。但係嗰啲未必個手會濕，但係手濕嗰啲咧要注意一下啦，因為咧呢個係一個濕汗咧，直頭係一個鬼信號嚟嘅。
OK， 系啦。咁第二样鬼信号咧，就系唔好成日以为我自己撞啊呢度撞到，我有冇撞都唔知道。咁啊，但哎呀死啦！我俾个搣啊，其实嗰啲又唔系嘅。如果你嘅身体上边系超过三四笪，全部有呢啲咧，你又要小心啦。呢、這个亦都系鬼嘅记号嚟。即系嗰啲所谓俾鬼搣。俾鬼搣嗰啲係嘛？係啊，因為呢個其實係一個記號嚟，又唔通噶嘛，係嘛？唔通嘅，係啦。同埋係嗱，唔好細舊啊，細舊嗰啲唔係嘅，唔好整個大餅咁啊，唔係。大多數咧好似個杯底咁大。誒，係直情有個 size 嘅。係啦，差唔多好似杯底咁大。分別嘅係啊，唔好你問嗰啲咧，就係自己個血小板少咗樣嘅啫。會嘅會嘅。因為血小板有三款嘢嘅，其中一款咧就係話令到你成日都會瘀嘅咧，嗰樣咧就唔係嘅，但係嗰樣咧就個點數咧就好細嘅。係。嚇咁，但係如果俾個搣嗰啲咧，好大笪嘅，真係成個杯底咁大嘅。哦。嚇，同埋咧係有幾笪嘅。係。係有幾個。內內都唔走嘅係嘛？又不是喎、哦，瘀咗嗰啲咧，內內都不走，是但是那些咧，好可能是一兩日就已經冇曬嘅。跟住佢會再重複出現咧？係，誒、啊，呢、這個係啦，係啦，呢、這個係啦，呢、okay 這個係啦。嚇、啊，咁呢兩大呢、兩大元素咧，如果你真係有嘅咧，仲有一樣就係啦，第三樣啊，經常性發夢，係噩夢。是一定是噩夢啊！你唔好整個春夢出嚟，春夢你自己心多諗多咗啫。咁啊，一定是噩夢嚟嘅。係啊，咁嗰啲噩夢點解會有？我解釋埋俾你聽個原因先啦。因為咧就係、是、逢係有噩夢嘅人咧、嗯，就係、是、因為你響夜晚嗰個陽氣係最低嘅。嗯咁佢喺你身體裏面咧，喺殘留，佢未必一個個體嚟嘅，佢一道氣嚟嘅啫。咁但係咧，佢有佢已殘留咗嗰啲一啲想法喺度。咁、嗯、當佢喺夜晚咧，佢就會佔領咗你嗰度，因為你夜晚嗰、那個意識好低啦、啊，直頭你冇左腦冇用啊，你休息咗啊。咁但係個右腦咧就一路咁樣察覺緊嘅。嗯即係有啲人可以去到好遠添，其實就唔係話咩飛雲啊，其實個右腦一路喺度掃描緊啲嘢。好啦，咁但係咧，如果嗰個靈體喺你身嘅話，喺嗰一段時刻咧，佢直頭會反射咗一啲佢哋鬼世界嗰啲嘢俾你，或者佢想俾你睇嘅嘢嗰啲。係啦，冇錯啦，佢、想俾你睇嘅樣啦，佢、死嗰陣時個樣啦。或者是他不嬲而家流連在那度的樣子即係佢而家殘留的記憶全部俾曬你，咁你就每基本上咧就每晚哇做乜鬼啊，晚晚都發呢啲夢，嚇到咧就係、是、心都慌曬，咁你要小心啦，咁、okay. 你要小心啦，因為唔好成日以為靈體一個個體，唔好成日以為一個個體咧，哎呀，哇佢成個咁樣走入嚟，唔係嘅，佢其實是一道氣嚟嘅，一入咗嚟人哋所謂陰邪陰邪咁你一入咗嚟之後咧，咁佢就慢慢響同你個靈魂咧就融合一齊。嗯，咁所以就難搞啦，難分啦。難分點分啫？點分啊？咁所以嗰啲人又咩一下就掹咗出嚟，點掹啊？咁唔通連人哋個靈魂一齊掹咗出嚟啊？咁你咖啡同水咁你溝咗，你點分啊？你話俾我知點分？焗住咪沖淡佢咯。你頭先睇到嘅只係恐怖在線部分嘅精華片段嚟嘅啫。想睇曬説話好簡單，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30登入去 admin.com 就睇曬全部嘅節目，係免費噶。咁但係你都可以啦，自己 download 下載幾時睇咪幾時睇咯。咁呢個咧就是、一個月費啦，聲音嘅$25，睇埋視像嘅就$35，任君選擇嘅。只要登入去 admin.com 揾到個付款方法咧，你就知點樣俾錢噶啦，好簡單。有 PayPal 啦、支付寶啦、銀行入數，甚至乎上嚟我哋太古仁孚7樓俾錢都係可以噶，唔好諗咁多啦，即刻行動！